好，我今天开箱一件 Burberry 的经典菱形外套。这款外套呢，就是穿不好的话呢，就像是妈妈的那种外套。但是 Burberry 呢，今年改良了这个新款，是非常修身的版型，穿搭好，穿上去一样很时尚。而且这款呢，经久不衰。个人觉得呢，外套非常值得买经典款，因为不管你过了多少年，它还是一样的流行和好看。这款外套呢，我觉得是什么年龄段都适合的一款外套。这个新款呢是采用 37.5 温控技术，加速蒸发并提升透气性，穿起来呢它是防止你会过热呀，或者是过冷啊。我选的这个颜色呢是卡其色，是 New Chino， 颜色没有像黑色或者是深蓝色那么暗沉，个人觉得穿起来会比较青春一点。而且这个颜色呢也百搭，就是不光是冬天你可以穿，春秋呢也是非常适合的。它这款呢因为是经典款，所以呢这个官网从来不打折，就算是 Neiman Marcus、Saks 或者是 Nordstrom 它有活动的话呢，这款也从来不参加折扣的。但是你如果 join 那个 Neiman Marcus 的 text list 会有 15% 的折扣，而且这款是可以用这个折扣码的，所以是85折，我觉得非常的划算，因为它这款不打折，你85折的话已经很好了。我之前买的那个 Burberry 的那个外套，它是有点小，因为我平时都是穿那个 extra small 的，但是它这个版型呢是收身的，所以呢我穿的话呢，我感觉就是穿起来 OK， 但是系扣的话呢也能系上，但是就有点小。所以我就是去了那个 Burberry 的旗舰店去试一下，看一下就是 small， 因为我是在 Neiman Marcus 买的，我没有尺寸，你要是在网上买，所以我就是去的Burberry 去试的。我就去 Neiman Marcus 把那件衣服退了，然后又重新帮我那个 order 的是 small 的，然后今天收到了，我们打开看一下。这个就是收到的这个包裹，打开看一下，就是 small 的，就什么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它就是它这个就会比较紧，会比较松一点。然后你看它这个线压的都是对上的，你看它前面这个线都是对上的，但是这个这个兜这块呢就不是很对上。把这打开看一下，这里面有个里兜，然后它上面有个这种像是风衣的那个设计，所以一般呢都是这样子给它扣上，然后给它这样子绑上，不要露出来。里面就是这样子的，我穿身上看一下效果。
need your love, and I long for your touch. Won't you tell me I'll be there? Your loneliness kills me, but your loving it thrills me. Won't you speak those words? I'll be there. Whatever tomorrow. Your heartache, it kills me, but your loving is